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经典中说，众生心躁动，犹如旋火轮，若遇止息时，无过修尽律。修行是要修正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也就是情绪管理，管理自己的情绪。凡夫众生之所以看不清世间的真相，找不到真如自信，全是因为那颗躁动不安的心，每天都随着五欲六尘到处攀援，掀起无数波澜，迷失了成就菩提的方向。唯有透过修习静虑，也就是禅定，才能使正念心定如止水，不受外在环境的动摇，不起妄念，清楚透彻的观照智慧，进而远离颠倒梦想，得究竟安乐。佛陀住世的时阵，有一位僧人叫做弥海。有一回，伊伫化缘回来的路上，经过一处景色宜人的树拿，伊当下生出一个念头：若是我逐天拢会当伫遮尼幽静的所在打坐，对我参禅的功力一定有真大的帮助。所以，弥海回到精舍。得请佛陀会当温存伊家己伫迄片树拿坐禅。佛陀对这位地主的状况十分的了解，伊知影弥海伊的心性也未够稳定，凭着一时出生的感觉，并未为伊的修行带来任何的帮助，得爱伊过一段时间以后才阁讲。但是弥海伊的心内，早就已经予伊家己编一个美梦冲昏头，讲啥物也非去不可。伊再三请求佛陀，佛陀最后只好答应伊。得到佛陀的同意，弥海满心欢喜，前去树拿内底，找到一丛伊家己喜欢的大树，身形端正，伫树下闭目打坐。问题是，伊伫遐坐几半工，心情也是不停纷飞，想东想西，无办法静下心来。渐渐，伊对眼前的美景失去了兴趣，感觉一直安尼坐禅非常的无聊，嘛，予伊总算是意识到，这种参禅的方式对伊的修行确实一点仔帮助拢无，所以弥海再度回到精舍，向佛陀报告，伊伫坐禅的时所遇到的种种烦恼，也阁有困扰。佛陀看到弥海已经有悔意，就告诫伊讲：参禅毋是找一个舒适安静的所在，规个人像插头、像石头共款坐伫遐就好。参禅上个重要的是，会当修习家己的心念。予心念定在一处，袂予这一念心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飘忽不定，有起落，使身心无受三界束缚，无被外界一切的无常迷惑，袂执着挂碍，予身心达到一种极度清明的状态。要若无，敢若是坐伫遐，但是心无伫遐。就算四周围的景色真水、真宁静，阁有啥物路用呢？弥海听完佛陀的教诲，感觉真惭愧，除了虔心忏悔以外，也用心遵照佛陀的教育修行禅定，果然真紧证得初果。一般人修禅，总是难免会在意自己打坐时间的长短，甚至以此衡量修行的功夫。然而真正的禅定不是看外在的禅坐形式，而是要看行者能不能做到摄心，能不能将心定于正道中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由定生出清净智慧，转化一切逆缘，真正自在无碍。真久以前，有四个独立佛门的僧人，因为着要分出到底什么人的禅定功夫比较较好，
就找一个清净的寺院做伙打坐参禅，并且受用在坐禅的七天内，谁先开嘴讲话，什么人就输去。坐禅开始进行的第一天会知道，四位僧人全部都没讲话，确实非常真正用功。没想到入夜了后，负责看管油灯的小三米不小心睡去，造成灯火忽明忽暗，看火就要灭火去了。有一名僧人终于忍不住出声话讲，请问有人可以帮忙添油灯吗？另外一名僧人听到，马上开口回讲，你输啊，你先讲话啊。又另外一名僧人对你讲，卖差，恁两个人拢开嘴拢输啊。最后一直保持点点的僧人，伊也出声，唔是，恁拢讲话啊，恁拢是输家，只有我无讲话。这是一个使人会会心一笑的小故事。这个世间的引诱、修行的阻碍非常的多，想要维持定心不动，有何其难？所谓的修行，是要能修身养性，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能够符合正法正道。特别是处于逆境，遇到逆缘扰乱时，我们更要提醒自己，务必保持正念心的如如不动，保持正念心的安然自在，千万不要因为外在的变化，或是因为他人一时的恶意攻击、言语重伤而受到影响，生出无明习气。只要我们能够发出勇猛精进的无畏心，认真修道，相信一切逆境终会有否极泰来的一天。当代歌星南玉怀牛禅师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法师，一直悟得了后，前往南玉衡山的普利寺广法传道，不但有很多信众来听讲经，还有不少的僧人拜伊坐下。其中一位就是开创洪州宗的马祖德义禅师。德义法师在12岁的时候，伊就出家为僧，后来拜入怀牛禅师门下。可是德义法师伊拄到普利寺的时阵，无论是言行举止，拢表现甲真奇怪。伊袂爱看经书，也袂爱研究佛法的义理，规工只是打坐参禅，记着其他的动参。结出一副要插不爱插的模样，怀牛禅师起初也无在意，等到两三个月过去，一看德义法师拢无改变，就问伊讲：“请问你逐天安尼坐禅，到底是为着求的什么？”德义法师表情充满自信，口气真坚定回答：“这个爱问吗？当然嘛是为着要成佛。”怀牛禅师听完，一言不发地离开，随后拿一块砖仔夹回来，在德义禅师打坐边的石头，家己打磨起这块砖仔夹。德义法师和这磨砖仔的声音吵得无法度安宁，无法度静心参禅，伊感觉真奇怪，就问讲：“大师，你无缘无故，为什么要磨砖头？”怀牛禅师真正经回答：“我毋是无缘无故，我是想要将即块砖仔磨成一面镜。”德义法师感觉这实在是伤离谱，伊就笑出来。伊回讲：“卖戆啊，一块砖头哪有可能会磨成镜？”这个时阵，怀牛禅师马上抓到德义的话。反倒回来问伊：“你既然知影磨砖袂当成镜，那安尼只是坐伫遮坐禅，就会当成佛吗？”德义法师和怀牛禅师问甲无话通讲，伊的心内真震撼，又阁未歇，久久才回过神来，
客气有礼貌问，那以你的高见，我应该爱安怎做才对呢？怀牛禅师无直接回答，伊问道义法师：有一个人驾一台牛车，卡叔讲车辆无要前进，你认为应该爱边打车辆，还是边打牛呢？道义法师点点唔讲话，陷入思考。怀牛禅师继续讲：你逐天打禅，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为着要学坐禅，也是想要坐成佛呢？你是不是应该爱先去了解什么是禅定，家己所修习的禅定的目的是什么？事实上，禅定不过是一种知识妄念的方法，伊并无局限在单一的形式。想要成佛，也未因为专修禅定就会当达到目的。佛亦是一种彻底降悟的境界，无一成不变的形象，无固定伫倒一种的形态中，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自在无住。假使执着在端正的形象上，以为通过禅定就会当成佛，结果必然失败，而且永远无法度通达佛法的真理。经过怀牛禅师的开始，道义法师突然间顿悟明白，想要客悟佛理，唯有用心去体会生活当中各种的滋味才会使。所以道义法师就伫怀牛禅师的座下研习禅法，修行境界个人渐渐提升，到最后成为一代禅门高僧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很多人都觉得禅学深具哲理，总是充满各种抽象的概念，难以用文字语言来解释。事实上，禅宗强调的是实际层面，而非天马行空。所谓的禅，就在日常生活的万事万物中，是不拘形式的。所以吃饭喝水乃至行住坐卧，无一不是禅。我们常见的打坐，不过是用来让自己的心得以安静下来的方法之一。自心一旦能够专注一处，就能在一举一动间觉察到内心依然存在的细微无明，并加以调伏。东朝时，有一位甲韩愈、柳宗元齐名的文人，伊的名叫李敖，伊非常爱佛法，结交未正的歌星。诗文内面更是融合了佛、儒、道三家的思想，组成一家之言。当时六祖慧能的法术，也是石头西迁禅师的高徒，威严禅师，正住宿在乌兰药山。李敖真仰慕药山威严禅师伊的德行，临接太守的期间，曾经多次邀请威严禅师出山为大众讲经说法，可是每一次拢被禅师婉言拒绝，所以李敖只好亲自上药山一座去拜见威严禅师。李敖前来的那一天，禅师在一张树仔下闭目参禅。照道理来讲，李敖是一名太守，禅师给予礼貌，应该要起身迎接才对。但是威严禅师伊无起来迎接的尊嘟煞，对李敖更加是完全不理不睬。一直到有使者提醒，威严禅师才慢慢就把酒提开，匆匆看一眼，
刷咧又继续坐禅。李敖是一个急性的人，看禅师用这种的态度对待伊，伊的内心真未爽快。伊忍袂住心中的怒火，大声斥责讲：“真正是见面不如闻名。”讲完，伊转身就要离开。这个时阵，威严禅师突然冷冷出声讲：“奇怪，你毋是听讲我真了不起，竟然想要来遮拜访吗？即马亲目睭看到，煞阁认为无安怎？即种当耳孔所闻，轻视目睭所见，这毋是真矛盾吗？”李敖一听，赶紧歪头转来，到禅师的面头前，拱手谢罪，并且请教禅师，什么是戒定慧？威严禅师竟然回答：“我家无这种用完用未到的家具。”威严禅师伊安尼讲，主要是因为戒定慧乃是禅门北宗新秀法师所倡导的禅修法门，主张先戒立后定，再由定立生慧。但是威严禅师属于南宗，讲究的不是禅修，是顿悟。李敖自然是问唔到人，偏偏李敖未当理解威严禅师伊的话内底意思，想了规半工，也是想袂出物件，只好转移话题。伊问禅师：“什么是德？”威严禅师无讲话，伊用手举天又举地，讲一句：“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”这个时阵有一道日头照过来，真拄好照见禅师身躯边的瓶中净水。刹那间，李敖想通啊，了悟出德法贵在自然，贵在平常。无错，云在天空，水在干那中，一切拢是事物的本质，并无什么特别的所在。如同咱做人，只要会当找回本心，悟到家己的本来面目，就会使明白什么是德。更进一步来讲，水伊有真强的适应的能力，底伫干那内面，冷雨冷风也袂计较伊家己是固气生魂，也是静伫在瓶中，无论身处何时何地，拢会当安在其位，自得其乐。何必讲做人爱保持平常心，面对得失，应略成败，该处之泰然，无爱生出色，凡事顺其自然。该食饭的时阵食饭，该困的时阵去困。平静平淡的人生，就是充满禅意的人生。禅不是什么高深难懂的学问，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禅心也无需向外求，它是人人与生俱有的保障，正是我们的真如自性。想要好好开发自己的禅心，一定要摒除贪嗔痴慢疑等妄想杂念，不受执着挂碍污染，用心过日子，用心去体验生活中的一景一物一花一草。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，都能用平常心来看待，这便是禅，这便是佛。大文豪苏东坡恰恰克世家己的灾气不还，甲伊好朋友佛印禅师拍禅机，互相过招。但是苏东坡伊每一回拢落在下风。终于有一天，苏东坡感觉伊家己参禅的功夫已经有大大提升，伊真满意，写一首诗，内容是：“稽首天中天，河光照大千，北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然后马上拜托人转交予佛印禅师，请禅师评价伊的禅定的功力如何。慧印禅师看完了后，只是笑笑，顺手拿来一支红笔，
在苏东坡伊个诗句中写两个大大字“放屁”。禅师请使者带转去，交予苏东坡。当然，苏东坡看到个花批内底，唔那无一句娱乐的话，也阁写两个大字“放屁”，伊气甲大声骂人，认为佛印禅师欺人太甚，就决定亲自过江去金山寺要找禅师理论。佛印禅师早就想到苏东坡一定会气冲冲来找伊理论，所以规气大门锁咧，出外去游化。但是禅师伫门板有打一副对联，顶冠写着：“北风吹不动，一匹怕过江。”苏东坡看到，顿时感觉真惭愧，自叹家己的修行确实不如佛印禅师。人生在世，要随时随地保有一颗清净安定的心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特别是现代社会竞争激烈，每个人都承受着各式各样的压力，使内心焦躁不安。人与人之间经常一言不合，各种冲突一触即发，甚至有人纵情自愈，借此宣泄烦恼，在无形中恼害自己的身心。所以佛陀才会慈悲开示，要我们修净律，让自心不被种种外在的表象迷惑，不蒙尘埃，让心能安住当下，降伏妄念，心平静了，清静了，人生自然自在无忧。感谢您的收看，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